二十五。哇，我们这个工位真的好热闹哦！哎呀，不知道怎么解释了。这工位真的是我的最爱。再这一次是男爵，堕落男爵，这么 skill， 谁打我啊？有变身啊！哦，一转职任务一直卡，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。福利给我一下，智商。我现在只能靠这个提升战力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主线那么难呢？有人知道吗？难。哎，快气死了！真可以手动慢一下。天哪！我装备也太爆，多到一个数不清。可是这样下去没有支爪，永远不会进步啊！你先把经验值找回来。报销现在的地点。现在很怀疑啊，卡到怀疑人生了，天啊！不会卡多久？好，我们到这边。